Hello everyone, this is Miss Tina. Welcome back to our story time. Today we are going to share a story. It's Spot's First Word. Spot's First Word. Hope you enjoy the stor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Tina 姐姐，又回到了我们听故事学英文的时间哦。Tina 姐姐今天要带来 Spot 系列的第四本书哦。今天 Spot 要学习它的单字，它要学单字哦。那你们准备好跟 Spot 一起学习了吗？我们来学习咯。 Spot 在学习前他要在哪里啊？他坐在椅子上哦。那我们来跟 Spot 一起学习单字吧。 Let's go!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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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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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Spot looks inside a box and finds a toy car. Box Box Toy Toy Spot 他今天好想要玩哦，妈妈说你去你的玩具箱自己找找啊。然后 Spot 就去他的玩具箱找了好久好久，因为他有太多玩具不知道玩什么，最后终于找到他想玩的哦。他想要玩玩具车，看看 Spot 他是不是很开心呢？ Even 他的小尾巴都在摇啊摇啊摇啊呢，他好开心哦。 Box Box 就是盒子的意思哦。 Toy 就是玩具的意思哦。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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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Book Chair Spot takes a book to read in his chair. 玩完之后 Spot 妈妈 Sally 就说 Spot 你要去读书咯。 Spot 说好，所以他拿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开始学习他的单字哦。 Book Book 就是书的意思。 Chair 就是椅子的意思哦。小朋友，你们要读书的时候，要念书的时候，记得坐在你的小椅子上面哦，这样子才能够看得清楚哦。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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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Spot puts on a cowboy hat and looks in the mirror. Spot 想要出去玩，妈妈说外面很热，记得戴帽子。Spot 有好多好多帽子可以选哦，最后啊他选了一个牛仔帽就戴上去。出门前呢他还很可爱哦，去镜子面前看看自己帅不帅呢，他觉得自己好帅哦。 Hat 就是帽子的意思。 Mirror 就是镜子的意思咯。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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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Shoes TableSpot picks up a shoe and hides under the table. Spot 出去玩回来之后啊，他又开始在顽皮了。毕竟 Spot 是小 baby 狗狗嘛，他决定啊要玩捉迷藏。可是又没有人跟他玩捉迷藏，所以他决定拿他的主人的鞋子来玩捉迷藏。他藏了好久，找了好久，终于把主人的鞋子藏在桌子底下耶。这样子主人就找不到鞋子咯。可是你们觉得主人找到鞋子吗？ Shoes 就是鞋子的意思哦。 Table 就是桌子的意思。哇哦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单字耶，继续学习咯。 Pu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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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 Spot drinks from his bowl and takes a nap on the rock.玩完 hide and seek 之后呢， Spot 肚子饿啦，他就吃饭。吃完饭妈妈说 Spot 你要喝点水哦。 Spot 就在他的狗碗里面喝水，喝完水也吃饱啦，他好累哦，决定在自己最爱的小绿毯上面睡觉咯。那我们讲话要小声咯，因为 Spot 睡着啦。 Bowl 就是碗的意思。 Rock 就是地毯的意思哦。Puppy, pupp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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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ppy dog. Spot chew on his bone and play with his bow. Spot 睡醒精神好好哦，然后他就跟妈妈讲：“妈妈，我有点肚子饿了耶。”妈妈说：“好啊，吃晚餐之前你可以吃点点心啊。”他就开始啃他的骨头咯，一边啃一边玩。啃完之后呢，很看他好厉害，他用他的前掌还有后掌一起玩球耶。Bone 就是骨头的意思。Bow 就是球的意思咯。Puppy, pupp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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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.
Spot at the window, looking at the moon. Spot 后来玩完啦，妈妈就说 Spot 该睡咯。Spot 就说好，妈妈，那我可以打开窗户跟月亮说晚安吗？妈妈说可以，所以 Spot 就站在自己小板凳上面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然后跟月亮说：月亮晚安，我要去睡咯，我们明天见。Window, window, window 就是窗户的意思。Moon, moon, moon 就是月亮的意思咯。哇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学了好多单字哦。最后一个单字，我们再学一个单字咯。First, first, first 就是第一的意思咯。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学了好多单字，所以小脑袋可能要转一转，想一想咯。今天学了多少个单字呢？请把答案写在下面，让缇娜姐姐知道哦。拜拜，小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学习到单字，然后很喜欢这故事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